像是眼睛流血，观众有头发发直，滑手没电的招，否则下场将会跟大门牙一样。清大电机硕士，男的一生是他自己不稀罕的，小帅的时间被停在了。我有个朋友，仔细看这男人太狠了，记者杀小给我了。吸引人气，不惜变成内裤魔术师，更曾经在众目睽睽下在餐厅走到前滚翻桌起。这要怎么挂了？小帅之后便下定决心变成一只猴。哇，好臭哦！只为了能够拿到臭味，换取更多的钱赚。挂脖子成为了猴哥，但他却是终末者。于是他决定放弃猴子这个身份，准备转换下一个身份。阿庆，五年前，我砸30块，干你啊！哎，明天要走了，干你！手断了，手断了。行动之520计划。哇，耍这小手段啊！怎么耍这小手段呢？他的手没了呀！干！靠北嘞，妈刚拿出来就不见了，刚开箱就他妈的倒。你知道这好像刚进来就变成他的棺材嘞，我已经把他放回去了。杀害同类，不知道他耍那小手段，我怎么知道？我怎么会知道他耍这小手段？你还留一手，我把他手留着了。别人寄给我，然后我刚开就不见了。老哥，可以把他小手收粘回去吗？他是木头做的，所以可能有点难。礼物马上变垃圾。拿去换货，没有，这好像从他从澳洲带回来的，然后带回来他寄给我，然后马上，然后这是我昨天刚拿到的，然后拿到了之后就长这样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是不是我是原本想要好好珍惜他的，跟他一起开台的。新台主只活了5分钟，好600。侯友谊不珍惜。李哥，怎么看右下那只还好好的？我好好的，你要不好喽？